什么狗适合保护女孩？现在只身在外奋斗的女孩子不在少数，她们的安全往往得不到足够的保障，这个时候养一条狗就很有必要了。下面这几种狗不仅能给你足够的安全感，也能为你的生活增加不少乐趣。一、伯恩山犬。伯恩山犬是非常好的工作犬，早期曾用于运输和畜牧，后因体型庞大且护卫能力较强，也被用于护卫。它们有极强的与主人沟通的意愿，是极具独特风格和拥有高度智慧的犬种。二、圣伯纳犬。圣伯纳犬在瑞士地位很高，被称为瑞士的国宝。它们体型庞大，堪称世界上体型最大和平均体重最重的犬种之一。由于它们顺从的天性和极强的领地意识，特别适合用于看家护院。三、阿拉斯加雪橇犬。阿拉斯加雪橇犬身材坚实有力，肌肉发达，相信只要它在家里就能给女生很大的安全感，而且它们性格温顺忠诚，很听主人的话。四、德国牧羊犬。作为一种军犬，相信德国牧羊犬的工作能力是毋庸置疑的。它们拥有极好的嗅觉和灵敏的动作，运动细胞发达，会攻击任何伤害主人的事物。五、杜宾犬。杜宾犬是军警两用的犬只，身体结构非常优秀，它们两只立着的耳朵时刻保持着警惕，相信有任何危险事物靠近都能被它察觉到。